EX 咖喱棒，耶、yeah, ！我们的咖喱棒要继续冒险了。咖喱棒，安安，大家安安哦，安，画面应该不会不顺畅，应该也蛮顺畅才对。哎、欸，等一下，我总觉得画面怪怪的，会不顺畅吗？画面还可以吗？我来跑一下，不顺畅要跟我讲，不顺畅要跟我说一下。然后我再稍微调整一下，因为啊哒啊，好啦，应该不会不顺了，应该还算顺。啊，对了，我之前刷了还蛮多的灵魂，所以说我要来稍微给它升级一下，体力应该不用升级太多了，然后体力11。感觉有点弱、啊，还是初级状态。给他升个双数好了，12啊，12看起来比较，比较有 feel。然后我要玩战士的话是升力气嘛，对不对？力气给他升多一点好啦。3:8 X 咖喱棒，都给他双数啊，双数就是爽。信仰也给他升一下了。之后想学信仰的技能啊，然后 OK 决定强化，好了，开始喽，走，啊对了，其实我就是剪片的时候啊，有发现一些小问题，就是有一些地方我都还没探索过啊，对啊，有些地方我都还没探索过，所以说我决定今天我们来稍微探索一下那些原本没有探索过的地方，先砍下了。哎呀，砍不到啊！来呀，来哟！哎，你在挥什么？不是啊，好死！不是，真是的，不要。像有些没探索到的地方，就是剪影片的时候发现这边、啊。等我一下啊，先把。哦呦，抽屁股！哦耶！来，抽你，菊花洗干净了没？啊？来！哦呦，菊花洗干净了没？出来，让我抽一下啦。让我抽一下啦，哇、哦，很舒服的呢，哈哈哈。PC 加摇杆，对啊，我今天摇杆，今天考完试了，开心开心的不得了啊！像上一次我虽然有看到这个地方，但是完全没有下去过，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所以说我来下去看一下。这里是，哎，等一下，我发现哦。哦，有没有躲在那边？嘿，以为我不知道吗？哎呦，来，好，让你砍一下，让你开心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啊？像是没有下来，我也不知道这边有什么。哎、欸，有个商人呢、欸，这是商人吗？还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点奇妙的感觉。Well now.You seem to have your wits about you. 他讲话。Then you are a welcome customer. I trade for souls. 这里有不错的东西啊！这怎么会有？哎，等一下 ，Henry， 有 Henry， 等我一下哦。我先把 Henry 升个管理员。哦，我的滑鼠在哪里？等一下，管理员 ，Henry， 安安啊，先使用者设为管理员。Henry 出现啦，我们的正宗的寿司出现了。等我一下，我的滑鼠在移动中，所以说它的画面会乱晃。好完事啦，交谈，先交谈好了，先交谈。Things are getting treacherous in these parts. A horrible goat demon has moved in below, and up above there's that humongous drake and a bull demon too.If you stick around this place, it might end up being your grave. 他讲话好，我总觉得他讲话有一种鼻音呢。Oh, this one.
这个家伙真可爱吧？有请尤里亚，很久很久了，很黏我的，那感觉有没有？啊、oh, ，没有用的啦！我这家伙只听我的啦，小心被咬哦！奇怪，他在讲谁啊？ Be kind, Yulia, be kind. 等一下，我没看到东西呀、啊？为什么？为什么？对啊，他好像他的右手一直在摸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啊 ！Now, don't squander your time chatting.You need to look over my wares. 乖买吧，多买一些吧。他讲话有一种鼻音啊，有种呀呀呀的声音，我不知道怎么讲。他有一种，他讲话有一种。What a waste of time！ 干嘛？打架你？怎样？不爽哦？不买怎么样？没钱呐、啊，没有灵魂呐、啊。他讲话真的有一股腔，有一个腔调。是不是可以买什么？我看一下好了。我稍微看一下，看一下他可以买什么。哎、欸，这个这里竟然有一个商人。灵魂足够了吗？我只有2140，我可以买什么？他一直在摸一个无形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七月还没到啊，大哥。购买道具，飞刀修理光粉，这是什么东西啊？可以修理右手的武器，耐久度会随着反正可以修东西就对了。投掷飞刀，飞刀我不要啊！近战才是近战才是真正的美学。修理箱，啊哈！萤火速修其实可以拿来修东西。民宅钥匙，不死城外的民宅钥匙，虽然所设计的极为简单，但却很坚固，无法强行用锁敲开。似乎此地的标准钥匙可以进入许多民宅。哦哦，等一下，他所需的灵魂数是多少啊？1000嘛，1000的话我应该够。等一下再看一下匕首，哎、欸，弯刀哎、欸，弯刀是什么、啊？力量附加效果是1，为什么这么烂、啊？有斧头、棍棒、强化棒棒、强化大棒棒、强化咖喱棒，有短弓哎、欸。什么？双鸟牌、文木盾、香蕉牌、香蕉牌，有普通的弩箭。其实我之前在练的时候有时候，锁指甲，锁指甲好丑哦，打死我都不穿，超级丑，真的丑到有掉渣。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买的样子。Throw me a bone！ 哎，他讲话真的很讨厌，商人都是这样子吗？多买一点吧，不要啦，没啦，没送啦。等等等，前面有，这算是初阶的，应该还好，不难不难。No， 哎呦，哎呦啊！你们互相挡啊，互相挡啊，尽量挡啊，来爬一下上面有什么东西啊？爬到上楼上去。爬到楼上去，爬到楼上去。这附近应该没有怪吧？不会这么坑吧？血尿灵魂就是一种血尿代表，黑暗灵魂就是一种各种血。哎、欸，那、啊、这里就有飞刀了，还好我没有买啊！哎呀，这个商人呢、啊，坑爹货啊！好像这里是我走过的路嘛，前面我走过了。他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买，算了。民宅钥匙，民宅钥匙，我有需要用到民宅钥匙，好像不需要。而且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灵魂可以跟他买东西。然后我有利用一点时间，我有利用点时间去那个刷灵魂啊，然后把前面的关卡稍微破一下。上星期，是星期六吧？上一次在玩的时候，整个就是卡在一个该死的地方啊，超难过的，就是这样一直无限的回圈，不断的轮回啊。他刚刚是削你吗？哈哈，对啊，他说我真吝啬啊，对啦，我就是吝啬啦，怎么样呢？铁公鸡啊，
而且我发现一个超好刷魂的方法哦，你看，在这边哦，然后再跑下去，然后火龙就会吐火，然后我就可以收到555的灵魂，然后就开心，很爽，免费刷，爽刷，就这样子。然后我先再存个点，让活尸复活。活尸复活之后呢，然后再爬上去，再刷一次。刚才一开始大家看到我那20000多点的灵魂就这样刷出来的，根本是无伤打野啊，好爽啊！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哦，冲冲冲冲冲冲冲，然后乱一波，然后就555的灵魂，550的灵魂，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大概就再休息一次，然后再离去，再休息一次再离去，这样子来回，哦，有点那个。呀，怎么有点那个？我的画面突然变那个，反正就是这样来回刷啦。那我开实况台就不要，我开实况的时候就不要这样刷，有点累，有点累。然后上一次我把前面的区域清完了，对，然后稍微引诱一下小火龙，喷火吧。哎，没有喷火，喷火吧，小火龙。然后我的印象中，他明明就可以，明明就有那个啊，是说物理特效很多的时候，我会累个哎、欸。哦哟，对啊，物理特效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的 FPS 数好像会变低，画质会变低。然后稍微，哦哟。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这边可以跑过去，只是有用一个方法，我不知道什么方法。在想直播到几点哦、喔？就看心情。对，这边有了，冲刺！这里哦耶！ Oh yeah, 我这样就到了这个萤火的区域了。上一次没有到的萤火区域，我这边就可以到。但是我在想，那只龙有没有办法打？它应该不吐我吧？没嘿，烧不到，太棒了！我赶快拉一下摇杆，然后这边就可以。哦，不要烧啦，不要烧啦！哦哟，这要被烧死嘞、欸！等一下啦，给你机会，给你机会。OK。哦，烈火安安。然后上一次卡关的地方就是前面这个区域嘛，然后我就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搓一下屁股，花点时间把前面的关卡全部刷完了，啊，所以说现在前面是呈现一个非常安全的节奏。耶、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哦呦，搓一下，要不要给搓一下？哦耶！哎呦，楼上有两只，来，搓皮股，来，哎，有东西啊，搜刮尸体，血腥石，上面两只不要管它。然后再是教堂里面先引一只出来好了。来了，都来了，大师兄回来了。这只还好，蛮好打，因为它的攻击破绽蛮大的。喝什么啦，搓一下啦，哎呀，爽。好啦，这样就死了，这样就解决一只了。好，可以先解决第二次，差点被烧死，真的。我发现那个他喷火的那时候啊，那物理特效会让我非常的累个。这次我看能不能暗杀了，把他杀掉了。哦耶！不用回头了啦。别说话，
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干什么？想反击哦？门都没有。哎呦，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一直喷东西啊！哎呀，太开心了！涂刺线，火烤就是美味。然后这边的两只僵尸我都喂打过了，因为其实那天没有开直播，真的有点可惜啊。这完全是攻略组哦，完全是攻略组。等一下啦，我没有解除啊，等我一下啦，抽一下。哦耶，背刺就是开心，跑步一下，再抽一下。有没有？哎 ，nice， 爽！我考下课书，越考越输。他那个物理运算的时候，我的画面会累格，因为我现在开直播的关系，必须要把这个游戏视窗化。对啊，我不游戏视窗，游戏不视窗化的话，我的 YouTube 直播的效果会变得非常非常差，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做。对啊，我只能这样做，我没有另外一个萤幕了。来啊，过来啊，打架啊！等一下，他这次有点难打，要稍微小心一点。他会抽，一直抽。主要是他的动作很短，他的动作很短，所以说要小心，不然的话可能会狙思密达，狙思密达。哦，刚好看到通知哦。然后前面这只的话，也可以用暗杀的方式去杀它，就是这样慢慢走啊。有没有感觉到后面一股凉意啊？哦哟，想走过来吗？你好，嘿，哎，轻松，哎，开心，哎，非常开心，非常爽。然后这里面原本有一只很大只的王，对，很大只的王，原本有一只很大只的王，然后就轻松解决，他太笨重了，太简单了。然后这边稍微解决掉这只，来呀、啊！不要啦，不要这样子啦！哦呦，等下我快死了啊，死了啊！血，玩太过头了啦，玩太过头了。我要去记录在另外一个点才对，因为之前上一集怎么讲？你要走哪边比较好？上一集有那个什么东西啦，反正就是上一集有人通知我，有人跟我讲说有个电梯啊，就是要开启那个电梯啊。其实我有找到那个电梯啊，只是我刚才意外死掉了。别说话，怎么打不到？好了，黑暗灵魂好像不太能被吃。哦，是哦。哦哎呦，等一下，其实那长枪戳了很痛，说真的。先跑走好了。他那个长枪虽然说攻击距离很短，但他戳人真的是颇痛。说真的，我现在不能死啊。哎，其实也还好了，才2000多而已。来啊！哎，老鼠嘞？哦，有一只过来了。然后先滚一下，先把老鼠干掉。哎，喂，被咬到一下，怎么这么硬？不要！还有一只，等我毒过去再说，等我毒慢慢消去再说。赢过来打好了，我不想中毒啊，我不想中毒，对，中毒很麻烦呢。别说话，泪水里面。黑暗灵魂二好像不能被吃，发现阿嬷，阿嬷是谁啊？哦，发现阿绿啊，看错，是因为我这边字有点小。我想奇怪 ，Harry 说发现阿嬷是什么东西啊？误认了。别说话，泪水一边。
带走。然后那只钢铁野猪也被我解决掉了。然后他有掉一个头盔啊，野猪头盔，但是那个野猪头盔很重，而且戴起来真的是挺滑稽的，所以说我没有。哎，等一下，这里还有一只，我都忘记了，太久了。喂，等一下啦，有没有搞错啊？靠，这样都射得到，太扯了哦，你们，太扯了，算了，不要背刺了。哎，等一下啦，最好是啊，他从哪射来的啦？这种死角也可以射得到，太夸张了吧？插一件，等一下，有点麻烦啊。那两只弓箭手，破盾。这游戏真的很黑啊，对啊，没错，黑暗灵魂一代的话真的是比较黑。没有，因为等一下。快死了！等一下，我的灵魂，我想捡回来啊，大哥！我不想就这样子失去那些灵魂啊，虽然只有几千呢、啊。来了！这只的动作真的是很大，然后里面那只它暂时不会过来。通常我先把另外一只引出来。对，就这一只啊！快过来啦！不要拖了，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哎，这只也比较硬，先喝一罐水哦。等一下，太夸张了，再喝一罐。它图示距离有点远。但是它也可以背刺。也可以戳一下，我直接正面突击了，里面就剩这一只了，正面突击。哎，没有戳到，没有踢到，脚不够长啊。萤幕有调高亮度，聊天室啊？萤幕调高亮度，亮是亮瞎眼。调高亮度哦，亮度环境调整吗？这样子吗？这样会亮一点吗？稍微亮一点。我是都可以啊，我看一下。其实我觉得音效稍微有点小声，大声一点好了。语音也大声。OK。有了稍微亮一点点吧，好啦，就这样子啦，不能再调高了，再调高整个游戏的那个美感都会破坏掉。我先不要打它好了，呵呵，麻烦家伙。这边有个电梯啊，我先坐电梯到回那个一开始那个什么焚火祭祀场，来一个帅气的剑阁狼，哇！虽然说人物长得很丑，但是这招这样动作真的帅。黑暗灵魂一代，不要啦，我要打保险牌，我要打保险牌。然后这边什么 ？YouTube Gaming 聊天室是黑色的。哦，原来如此，这还好啦。先坐下休息。耶、yeah, ，我的补血罐终于补到十罐，然后跟这个讨人厌的家伙讲一下话。嗯 ？What now? I'm not up for chatting. 啊 ？Leave me alone. 不要这样子嘛，我们这么久没看到了，难道你就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吗？然后我有稍微上网稍微翻了一下介绍，就巴哈，好像这个家伙是哦。Oh.Miracles? 可以学奇迹，对，可以购买道具。他的话就是奇迹啊。我现在奇迹的话，原力，这招不知道是什么，这招好像是可以把人家弹开的样子。圣骑士，好像可以把人家弹开啊。
单枪匹马，借助此契机朝圣地突击。他好像可以把人家把敌附近的敌人弹走。然后，但是我是不知道是怎么用啊。灵魂要多少？他要10000点灵魂啊！等一下，为什么我看右边有四个数字、啊？这是什么意思啊？购买哦，4000，然后我要怎么调整数量？哦，等级一是吗？还是等级二？还是说它最高的？那个是一是什么？一是什么意思、啊？是说我没办法调整上面那个数字啊？是什么意思啊？看不太懂。使用空格一吗？看不太明白。Come ag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e again. 不知道那个另外一只 NPC 也已经不是腔调的问题了，他是脸看起来比较欠打，对。但是听说他还会有很多资讯，他会透露给玩家很多资讯，就不要杀他了。我是一个爱好和平主义者。但其实我只要在开始运算图的时候会累的，真的。但是没办法、啊，为了直播，为了直播画质，我必须为了直播流畅度，我必须要稍微顺畅一点。不然的话，就是要把直播的效能调低啊，来试试看。然后前面那几只骑士我就不管它了，我今天直接进到下个地方，直接进入到哦呦，下一个之前发现但是还没有进去的地方，就是前面这个位置，双手持剑比较厉害。等一下啦，不要这样子嘛，让我抽一下。哎，真是太想抽他了。01是买一个哦，所以他用一次就没了是吗？是用一次就消失了，还是说用可以一直学着？我是不知道啦，因为我发现，哎呦，有打铁的声音嘞，这里是哪里啊？前面这里好像没有其他路，就下去而已。对，我玩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啊，什么都没有啊。等一下哦，我发现聊天室好像会被切掉，稍微调整一下。哎，这也还好啊。妈一个啦，哎，其实也还好啊，没有啦，没有被切掉，还好。哦，比较难切到怪 ，lag， 对啊 ，lag 啊。哎，有火那个，哎，先休息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哎，前面有地方，但是我比较在意那个打铁声，我先下去看一下。下面打铁在哪里？有一个人吗？哎，有个铁匠。Well, you must be a new arrival. 我是新来的。I'm Andre of Astora. 亚拉斯，亚斯特拉。他讲话好短啊，还有没有其他可以讲？Most weapons and armor are mighty sturdy, but every hunk of metal—if you notice durability—you can ask a blacksmith like me. The nice thing about weapons, so pay. 刚刚在讲话。There are two types of weapon forging. There's reinforcement and there's ascension. Reinforcement is simple. It strengthens. A simple task for any blacksmith. Hell, you could even do it yourself with a smith box. But ascension's a finer art.高等的冶炼技术，交给专业的来处理。进化会有极限的时候。没有人是正常的。啊，他可以学肢体动作，欢呼。
然后他可以，他可以买武器吗？我看一下，进化武器，修理购买道具，打铁箱，修理箱，可以强化，可以自己强化防具。亚尔特留斯的徽章，亚尔特留斯的徽章，哎呦酷哦，82，扩建混种大剑。它是属于大剑类，还有直剑类的。直剑类是单手的吧？这个欧基唱声音好听多了，真的。大人就不会浪费。攻击比较高哎、欸，高2而已。奇怪，有差吗？一把多少钱啊？一把1000块的样子、啊。好买，1000块而已啊，那么便宜，刷两次就有了。他竟然送我一起变成活尸的样子，我现在还不是活尸吗？我现在已经够像活尸了吧？我看一下扩建长什么样子，扩建好像没有差，比较短，剑比较短，是我的错觉。前面是什么？哎、欸，等一下，前面有王？哦呦！蜘蛛王可以打吗？大家看好了，反正附近有出生点嘛。这里有一只像是，我先，他现在只会放电吗？还是怎样？等下他不是王啊！哇塞！等下，好痛，好痛哦！我不要回到一下我就没血了。等下，这只王不行，这不能开玩笑。这只怪不能开玩笑，我挥一下而已，我就他打我两下我就死了吧？等一下，我就知道还会挥。等一下，让我打一下啦。太痛了啊！死了，没办法闪，我刚没办法闪。哦，天哪，太痛了！